来关心到最上强的消息，国民党最上强党候选人陈德荣十六号暗时伫南靖糖厂广场举办“我们不一样”嘉年华晚会。陈德荣提出改变最上、建设大最上的十大政见，活动大约有上千名乡亲参加，现场非常的热闹。由国民党提名参选最上乡长的陈德荣，十六号暗时在最上南靖糖厂大卖场广场举办“我们不一样”造势晚会。活动内容有萨克斯风演奏、儿少跆拳道、轻快舞蹈、造型棉花糖等丰富内容。陈德荣强调，造势晚会以简单欢乐心对待复杂的选举环境，并提出改变最上、建设大最上的十大政见。我要来参选乡长，我抱着足大足大的决心。就是讲，唯一的使命，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讲，我要来改变咱水上，我要让咱水上无受伤。好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陈德荣表示，建设大水上的十大改变政见，包括有创造农村多元经济发展，提供青龙跨领域的参与管道，学校园社区化，将现地空间改造成为微型国民运动中心，促进旧社区的更新，改建水上公有零售市场，成为新社镇中心。中心评估第十七号公墓开发为生命园区的可行性，规划优先步行和安全的自行车道等等十大政见。三星科教红之上乡采访报道。